你少污蔑我，你自己说我讨厌，我离开你应该开心才对。我说的是计划。来看这里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非常好，表情要自然一点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小七，你自然一点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好，眼睛睁开。小七啊，你要兴奋一点，兴奋，你要想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事，好吗？开心的事没关系，你只是个普通人，跟我这种专业的艺人站在一起肯定是难为你了。拍照呢，需要注重三个要点：形象、气质还有身材。你要通过造型来弥补自己形象还有气质上的缺陷。什么缺陷？你说什么呢？嗯，来，你跟我学。好嘞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对，放松一点，再侧一点，不是这样，再来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这个造型很挑身材的，不太适合你。不适合就不适合呗，不用教，我自己会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七，刚才那个表情就特别好，特别甜，再甜一点啊！来，哎，对对对，柴小姐，这个笑容特别有感染力。嗯，对，刚刚笑，对对对，就保持这个状态。哎，这样啊。哎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还真不错。对对对，再来一下啊，非常好，保持啊。非常好，哎，越来越好了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有了，二位辛苦了。好，换下一套衣服吧。哦，嗯，去吧。可以。这个男人的宣传照呢，走的就是一个反差风，就是用咱们的硬朗去冲撞这个彩妆的柔美。可以啊，其实方总，我觉得您的纽扣可以解开。来，音乐大点声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再来一下。好，换个姿势，再来一张，非常好。这两个人火药味怎么这么足啊？哎，你觉得他们两个谁好看？保持。那当然是我们方总了，我什么没看过？好的，下巴收一点，非常好。安助理，天丽。非常好啊，你们可以自由发挥。好的，再来一张。小兰，好，再来一张。韩助理，看这里。非常好，保持，这次不错。这次我们仨的，好好好好好，不要拖了，不要拖了，停。有了，我真的可以再拖一个，我也行。有了有了，你确定？真的可以了，再拖就不能播了。好，好，大家休息吧。准备下一组情侣照。哎，慢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来，方总。方总，您今天辛苦了。来，谢谢啊。
我觉得您今天的表现啊，太有张力了，特别棒。我再去拿一瓶。来擦一擦啊。好吧。你今天真好看。你也是。好。再靠近一点点。嗯。来看向对方。哎，非常好。来。看这里。非常好。再来一张。好，不错。哎，小琪，你可以把一个脚抬起来，显得俏皮一点。抬个脚？哦，这样吗？有了，就是要这种 CP 感。哎，这样吧，大家呀换一下搭档，不同的风格，方总和小七一组，你们俩一组好不好？不怎么样，换什么搭档？原版挺好的，不换。我和方总配合得这么好，凭什么说换就换呀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换？对啊，但我觉得你是想呈现最佳的效果吧。怎么你怕了？怕什么？不怕就拍。来啊来啊来啊。怕你？我怕你啊。来啊来啊来拍。那就先拍你们这一组，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吧。好，开始。我期待这个组合。靠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哎，对，怎么离我那么远？心虚？表情不要太僵。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有什么好心虚？放松一点，非常好。也是，其实我更想谢谢你。自从你离开公司之后，整个工作效率提升了25%。哎，注意表情。放松一点。离开公司，一句话也不提。你跟韩助理对接过了吗？你不要冤枉人好吗？我所有工作全都对接给了韩助理，一样都没落下。那我呢？哎，对，非常好。平时你给我送咖啡、订文件，你要离开的时候跟我对接过吗？哎，你少污蔑我！你自己说我讨厌，我离开你应该开心才对。我说的是计划。非常好啊，头靠过去。哎，非常好。对，再来一张。很好，来，再甜蜜一点。